哎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，叫做用神的一个迷思哈，用神迷思。很多人啊，在学八字的时候啊，往往呢，传统学的一个八字的入门就是在取用，因为它取用呢是决定它批命会不会准确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哈。你的用神要是取不对，你批出来就是乱七八糟。他批出来就是乱七八糟的，也就是说用神呢是他批命精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那往往呢，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一块就是啊被打败了，他就在这一块被打败。像我前几天在批命的那个客人，他学了八字学了七八年，他也跟了很多个老师，可是实际上呢没办法批命，就是没办法批命啊。因为都说他的用神，但是呢都说他的用神，可是真的实际上就没有像那一种书上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有的时候还甚至是完全相反过来，甚至完全相反过来。所以到最后的这个客人呢，他变得不敢讲八字了，他对八字没有信心了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就是一般人在学八字时常到最后他就变成是这一种情况，他在这一块他就没办法突破，用神他没办法突破，所以呢永远呢，你看网络上在讲的就是我的用神是什么啦，有人说我是这个，有人说我是那一个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学八字里面的一个盲点。结果呢，你或许呢都学到，哎呀，我已经胸有成竹了，结果实际上去批命的时候才发现到，哎，跟这妈的完全都不一样，时常会这样子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呢，用神来讲，传统的一个用神其实它的取用太过于单调，因为它只区分为金木水火土，他把他这样子去区分而已。但是你以为同样的金进来会是一样的排列组合吗？各位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假设说呢，金木水火土的话，那其实你的八字应该要这样写啊，土水木火金土金木，这样就好啦，金木水火土嘛。但是呢，我们八字的组合是什么？天干跟地支啊。他为什么要直接写十天干跟十二地支？甲子乙丑丙寅乙卯，各位，这个是一个我随便写出来的一个八字啊。他为什么要写的是这一些字，而不是写金木水火土呢？因为每一个字功用都不同啊，每一个字功用不同啊，当然呢，它所出现的就是不一样的现象啊。哦，你不要说哦，这用神是什么什么大什么木啊，所以所有的木它都可以用，没有那一回事啊，没有那一回事啊。哦，这个啊，我们就来看哦。我们看一下白板，这个八字，这个八字好，这个八字你看了以后，他的一个八字是乙酉辛未戊子壬戌，他给人家看呢都说啊他是身强的一个八字，所以呢他的用神呢是什么木啦火啦那个木啦啊，然后金啦水啊，这是他的一个给他的一个用神。那来讲，他现在在这个丙寅大运，他之前是丁卯大运。那其实呢，这两柱运他都已经快走完了，因为这已经是他最后一年，今年是他的最后一年，也就是他走了九年了。
各位，这两柱大运你会觉得啊，只要都是一样的用神，丁卯丙寅，它应该会都是一样的状况嘛。可是实际上呢，它却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状况。在这一柱运好到不能够再好，这一柱运各位创业失败，还连创两次赔了几百万，基本上信心全部都怎样不见了，还被老婆笑啊，你不是懂很多吗啊，怎么都不行。各位，这就是盲点啊，同样都是火木大运，怎么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状况？各位要记得一件事，字不一样就表示不一样的功用。我们来看它这两柱大运，丁卯、丁壬合，己土生辛金，地支卯戌合，卯戌合以后，那未土生酉金生子水，这是他在丁卯运的时候。过来在丙寅，丙辛合，己壬，那地支呢？金生水，生木，克戌土，未土。各位，他这两柱运，他的排列组合出来就是这样子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财运很好啊，他本来是破财的，他变成进财啊。你看他本命不是破财吗？被克嘛，负一嘛。那这边呢，有一啊。那这边呢，哇，你会说，呜、哦，他，你看他这个啊，金生水，水生木嘛，财生官了、啊，官运都很好。各位啊，你们看后面这个啊。这个叫做地支的日主受克啊，这叫地支的日主受克啊，也就是说啊，他这一柱啊，跟上一柱来讲，那简直是天差地别啊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为钱所困，为财所困啊。所以呢，他的财运当然乱七八糟的啊，他的财运是乱七八糟的啊。所以各位你要了解，同样的五行不代表同样的字哦。各位，同五行不代表同字哦，不一样的字就是不一样的排列组合。他还很高兴的讲说，哇，今年是他子年呢。各位，他在这个大运丁卯的时候，他走子很好啊，他走亥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都会加旺他的水啊，他的水都会很强啊，都会变成两个啊。他当然财运很好。他说我算是走子年很好。我说啊，你今年走子年了，走子年更加旺水去生木克你日主而已啊。那你只会怎样？你只会财运更差而已啊。所以今年到现在，你前两个月我敢跟你保证，你的财运一定很差啊。他都不敢讲话，他说对，真的不是很好。那各位你看哦，之前走亥子很好，现在走亥子乱七八糟，诶，不是同样的字吗？不是同样的字吗？怎么又不一样了？因为大运不一样啊，同样的字进来排列组合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讲，不要用用神金木水火土这么简单去判断你的用神，你就会面临到像他的这一种状况，在玩自己的命啊，玩到最后他不敢算命来找我，我才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八字是这种现象啊，你之前走水运很好啊，不管亥子财运都 OK 啊，现在到这个运哦，亥子都不 OK 啊，全部都不行啊，寅亥合没有日主受克啊，但是破财啊，对不对？我完全相反过来嘛。完全相反过来，他这整个人就说怎么，对，我就说那是因为你们用神的概念啊，你们把用神简单的区分为金木水火土，你就认为说你的用神是金，你的用神是什么？其实根本就不是啊，对不对？甚至呢，同样的五行上一次出现同样的字，然后现在同样的五行出现同样的字，又完全不一样，那就是你的用神吗？你敢说那是你的用神吗？他也不敢说啊，对不对？事实就是这样啊，事实就真的完全相反过来啊。
那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怎么会这样啊，是本来所有的字都不一样，它的功用就是不一样。假设说你要用金木水火土，你的八字一定像我刚刚先讲的，全部都是写这样子而已啊。哦，这个是土啦，这是金啦，金啦，土啦，土啦，水啦，啊、哦，这是水，啊、哦，水啦，土啊，就写这样就好嘛，取用神嘛，金木水火土嘛。问题现在不是啊，你的八字它就是有所有的字啊，那都是不一样的字，不一样的字啊，各位。结果你竟然用这一种金木水火土在取用神，当然啦、啊，各位，火木大运走得漂亮，想当然尔下了一注火木大运也走得很漂亮，冲啊！对对，带着钢龟往前冲，撞得头破血流。啊，老师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还亏你懂八字，还亏你学八字，对不对？拿了自己的八字。拿着自己的生命旅程在开玩笑，很多人就这样啊，很多人啊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用神不是金木水火土这么简单的五行，每一个字都代表不同的功用，所以来讲，你根本就没有固定的用神。要不要解？你没有固定的一个用神。一个字进来就不一样了啊，他像他下一个运乙丑，哎，大运又不一样啊，乙丑大运是不是子丑合？那这个天干呢？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土来生金啊，金来生水，水来生木啊。那地支哎，地支戌土未土生有金啊。他就说：“哦，他没有财，没有财就没有财啊！跟地这边比起来，他最少怎样？他怎样了？日主脱困了嘛？可是呢，他的官出现了啊，第一次官出现啊，工作运要好啦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他的财运呢？当然呢，一定比这一柱好嘛。这一柱是日主受克嘛。那可是他跟这一柱比，有没有比较好？当然会差一点嘛，因为这一柱有财，这一柱没有财嘛。”所以呢，各位啊，只要是你要怎么去解释呢？哎呀，这边有木，这边有木，这边有木，它连续三个大运都有木啊，哎、啊，怎么差这么多？对不对？怎么差这么多？那这个到底是它的用神还是它的忌神？这不是木的问题，而是排列组合的问题。要不要解？是排列组合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各位。当你呢还在汲汲营营的找你的用神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那个用神永远都不会是你真正的用神。有的时候可以用，有的时候乱七八糟。哦、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命学来讲，哦、因为网络的发达，这个现象才慢慢的开始越来越明显。因为大家就会开始说，哎，其实我是怎样啊，然后我又怎么，你就发现到，哎，为什么这个是他的用神？可是他的用神在这一段时间就很烂，可是又到其他时间，慢慢的又会好。这是多亏于网络平台的出现，让更多人可以在那边分享，而找出八字他真正的缺点在哪里。要不要解？而已经不再像古人，就那几本书，以为那几本书所讲的都是真正的八字，其实你把它拿来现在大家一起在讨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盲点特别多，而且呢基本上那也不是真正的状况。你会发现到古书有很多需要做修正的地方了，那个就是归功于现在的一个网络平台，让这些缺点逐一的怎样出现了，而不是在一个人在那边讲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一个状况哦，老师讲的哦都是对的。你去看看到网络平台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时常被打脸的一堆嘛。要不要解？时常被打脸的一堆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有网络平台，它的资讯分享很快，所以就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
这一些用神的问题越来越迷惘。各位，不是啊，你学艺不精，而是本来八字的学理架构可能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了。八字的学理架构，所以要做一定的修正，否则的话，单单这个用神，你完全没办法讲。这个他去问了其他的老师，他花了很多钱去问其他老师，花了很多钱去跟其他老师学，他也没有得到答案。他也没有得到答案，到最后对八字就是两个字，迷惘。那这样子倒不不要学八字还好一点啊。所以这个客人他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人在学八字 80% 会碰到的问题啊。所以说呢，各位，你的用神还在金木水火土吗？我一定跟你摇头，我一定跟你摇头。你只要跟我讲说你的用神是木，我就找个木的大运、木的流年来跟你讲。那么你不是说你用什么？你怎么乱七八糟？你这一年还出了哪方面的运程不好？这个对五行派来讲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啊。了不了解？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啊。你什么时候不好，那一看就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排列组合一出来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各位哦。为什么啊？五行派的用神是最后再抓，因为他是要先知道你的一个运势了嘛，先拼命了嘛，知道运势了，知道你哪边生病了嘛。他的用神不是在用你说哦，你到了会好运，他是在让你知道问题了，来降低这个问题，不要走到最差的那一步。所以呢，各位，用神会固定吗？你每年发生的问题都不一样啊，我当然有的给你的用神有的时候会固定，有的时候是不会固定的啊，了不了解？病只要都不一样的病，当然就不一样的药啊，所以说各位要知道，五行派的用神不是拿来拼命用的，它是来降低你的不顺用的，就像生病要吃药的那一个药，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